天菜级校草节目献唱，遭爆料出门当网帅猛拍50张。由 OPPO 赞助的校萌影业之校草点名，日前来到台中惠文高中寻找神似陈冠希、陈翔及柯震东的明星脸校草东杰翔。不只是全校师生一致推荐，在网路上享有超高人气的东东 Instagram 上更有将近60000人追踪，还是许多厂商的爱用合作对象。175公分，59公斤，今年才17岁的东杰翔平时就相当注重皮肤保养，不仅出门会擦防晒乳，洗脸后的保养品更是一样都不能少，化妆水、精华液、乳液，天气太前会加上乳霜或是保养油。东东更被主持人派翠克大赞肤质超好，女同学们更是自叹不如。平时会经营自己的粉专，东东被同学爆料每次出外拍照最少50张起跳，直到满意为止，各种角度变化都必须来一张。喜欢个性大方不做作的女生，东东透露自己第一眼会看女生的肤况，但自己最注重的还是内在。平时喜欢在教室唱歌，东东更大方在节目上献唱张宇的《趁早》，让派翠克直夸，音又准又有个人特色，唱老歌还配上嘻哈手势，难怪大家会愿意让你高歌。